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杨小胖。请问啊，现在战争对吧？什么才是最终胜利的结果，或者是胜利的这个王道？很多人可能认为现代武器对吧？我换句话说，我认为啊，只要不是毁灭性战争，你知道吗？能决定最终国家伤亡，或者说每个就是胜利者的，根本就不是你的武器多先进，而是人口数量。一个人口数量急剧下降，一个人口数量急剧减少的一个国家。只会越来越弱小，不会越来越强大。很遗憾，我们曾经，对吧？人口大国，现在呢，老弱病残占一大部分，对吧？人口现在已经急剧下降了，可能是全球的，对吧？也可能单独是某几个国家，对吧？具体什么原因，不得而知。对于我们来说，对吧？生活压力大，对吧？那个什么，结婚费用高，就各种各样的方面吧。总而言之，结婚的人越来越少。要孩子的也越来越少，那问题出在哪里呢？对吧？很简单，从计划生育那天起，就是个最大的问题。有的人说啊，一直要控制人口，控制人口不是一件好事，最起码我是这么认为的。你要知道啊，现在战争最终打的是什么？以前有的人跟我说啊，对吧？说美国怎么怎么牛逼，这牛逼那牛逼，我当时很自豪地说一句话，谁也别吹牛逼，美国你有唐人街吗？对，就完事儿了。为什么要有唐人街？以前我认为最自豪的就是世界上无论在哪发生灾难。都能听到同胞遇难的消息，虽然很悲惨，但是也是一个很荣幸的事儿。这足以证明我们中国人在不也遍布全天下，对吧？那你要知道什么叫文化入侵呢？这就属于文化入侵的一种，对吧？我在你外面的国家宣我是中国人，以中国人的身份在你在别的国家多的自然说白了，这为啥唐人街呢？这片最起码我知道说中文的，我没去过啊，应该占大多数。那你想靠这片混进老外，对吧？或多或少，你也会听懂一些中文，你也会说两句，你也了解一些中国文化，对吧？那你说唐人街这个东西，人数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，对吧？那唐人街会越来越大，原因就是最简单，就这种不需要动一兵一卒，最终你会发现呢，在哪随便喊一句，随便喊一句中国话，就一大堆同胞帮助你，这个时候还需要一兵一卒吗？不需要，对吧？占领世界只是很简单的一件事，因为我们。流这一样的血够了，对吧？你无论说国籍啥没有用，只要你在中国生长过一段时间，生长个10年、20年、30年，对吧？就这种，你再出去了，你也根儿也是中国的。这个国籍说白了，只是一个身份证，怎么的？没有身份证我就不是人了嘛。最起码我这么认为的，对吧？在中国生存这么多年，生活这么多年，出去了这种秉性你是更改不了的。况且你的亲戚朋友、家属，对吧？很多还是在留在国内的，所以说。说实话，国籍在我来说不重要，对吧？重要的是你是不是根儿里边是中国人，所以说很容易，对吧？那种可以说征服全世界，你认为很难吗？需要一兵一卒吗？不需要。但是现在很遗憾，我们的人口急剧下降，对吧？可能以前是第一大国人口，现在呢，印度我不知道什么情况啊，对吧？如果印度人口增多，我们下降，那最终我想，可能这个世界印度是最牛逼的。不要看人穷没有用，还是一句话说，有句话说叫"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"。其实这个东西，我认为相对挺合理的一句话。你要知道啊，就我就说这玩意儿，就是你会发现，你一个人对吧？你能住在60平的房子里边，你感觉啊行，可能有点小；住在100平的房子里，感觉也行，对吧？但是给你一个人扔到10000平的房子里呢，你会发现你压根就住不了，没有任何安全感。为什么呢？你要知道，因为什么？就说白了，这么大的房子根本就不适合一个人住，对吧？国土面积大绝对是好事，但前提得有足够的人支撑。反观我们现在，我们的3、4、5线城市哪还有人了？年轻人都出来了，等这帮老帮子，说句不好听的，对吧？这帮老帮子、老登过父母这辈子，逐渐一个一个淘汰之后，那些城市怎么办？对吧？现在我们看的人挺多啊，北上广一线城市人都很多，你现在看不到那些小城市里边的落寞，没有人，最终怎么办？这些城市消失吗？一定不会消失，那怎么办呢？那人就往回算，那你就会发现，未来是一个什么情况，对吧？有的人说房价涨什么涨，没人拿什么涨，谁来住？我还是说，一个人给你一栋楼，你还需要买吗？就不需要买了。没有人是一个最大的问题，但是现在好像说三胎四胎，以现在这个社会环境，你认为要拉屎先挖茅坑来得及吗？最起码我感觉我来不及了，最起码我是感觉来不及了，对吧？
有的人说，哎呀，说想的多也少，其实跟那都没有关系。就是我一直认为，一个国家的强大，最起码必须得有人口人数的支撑。换句话说，你人数足够多，你的版图自然就大了，对吧？都说印度弱，印度的版图也不小，为啥呢？因为人口基数足够大，对吧？就换句话说，日本这么牛逼，那么牛逼，对吧？日本人就怎么地的，对吧？日本高科技这么高，那么高。换句话说，你把日本拿过来，你把俄罗斯整个给日本，你看看日本人能活不？大家可是活不了，为啥呢？对不对？50公里碰见一个人，那你告诉我怎么活？那跟野人有什么区别？就你即便把你版图给他，他都用不了，因为他没有这么多人。所以说，最终人才是王道，当然毁灭性人除外，对吧？那你说地球都灭了。对吧，那你说白了，你人再多都没有用，对吧？只要有火种留着，只要有人留着，那说白了到最后拼的是啥？就是拼说什么话的多，对吧？就是拼谁国家人口基数大，人口基数大的一定是最后的胜利者，人口基数小的科技再发达都没有用，对吧？最起码我是这么认为的，因为你根本就守不住自己的家，对吧？因为你根本就守不住自己家，换句话说，对吧？比如说现在可能某个国家边防，对吧，整个边防围起来需要50万人、30万人，能把整个边防都围起来，对吧？当有一天你的国家剩100万人的时候，你还能围起来吗？很显然你围不起来了。为什么呢？没有这么多人了，那你只能缩小你距离，缩小了你版图就丢了，就这么简单的事。最后活的是啥？或者最后拼的是啥？就拼的是人口。只要人口基数足够大的国家，一定是强大的，对吧？人口基数少，说啥都没用。好，这是我自己的浅薄理解，不知道是对是错啊。好，就是这么多，谢谢大家。